基里洛斯美联社分享，脱序行为虽不少，澳洲网坛坏小子基里洛斯 Nick Kyrgios 对台维斯杯却有强烈渴望。他强调自己和队长也吐休威特 Leighton Hewitt 都有相同想法，台维斯杯是我今年最重要的赛事。澳洲队四强赛迎战比利时队，基里洛斯在首日赛程的第二点单打下场，经过五盘大战以6-3、3-6、6-7、5-7、6-1、6-2逆转拍下达西斯 Steve Tassis 将点数扳平。在他之前，比利时好手葛芬 David Goffin 先以6-7、4-7、6-4、6-3、7-5击败澳洲代表米尔蒙 John Millman。 第三点双打澳洲组合皮尔斯 John Piers 汤普森 Jordan Thompson 以6-3、6-4、6-0解决比利时代表贝梅曼斯 Ruben Binglemans 德赫里夫 Arthur Griff， 帮助澳洲取得金牌优势。今天登场的单打赛程，基里洛斯和葛芬要在第四点正面对决，有机会为澳洲提前拿到决赛门票。另一场四强赛，法国队在阿里松加 Joel Fritsonga 领军下以点数2-1领先塞尔维亚队。